儿童漫长站的地方就会有我的存在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秋，这期给大家讲述一下如何伪装人机去骗对面的屠夫，而这个 idea 就是由我们的大佬提供。之前单排的时候基本没有想过这样玩，刚好这次凑齐了四个人，而大佬突发奇想玩起了装人机的玩法，不得不说挺会玩的哟，并且还整理了一套人机理论，我也只能给他一个福字了。好了，现在给大家展示的就是我们大佬的人机理论。简单的说就是人机基本是没有胜算的，其次就是人机会救在椅子上的人，但是不会摸电脑人，最后就是会砸板子但是不会翻窗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不会遛鬼，意思就是看见屠夫了没一会就会被打倒，如果屠夫要是狠起来的话，上椅子就是秒秒钟的事情。好了，简单的介绍就到这里，下面就看实操了。温馨提示，天赋要归零，角色配饰随从要隐藏，还有角色个性等待动作也要选择默认，游戏匹配成功后在十秒钟之内准备，这样就基本完事了。进入游戏之后呢，问题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找机子修就是了。作为一个招鬼的求生者，对于游戏一开始就遇见屠夫，我已经完全麻木了，即使是在装人机也不意外。话没说完屠夫就来了，还好是人机，秒倒也有借口。根据大佬的人机理论，心跳升起之时就要跑，反正直线跑就是了，能跑多远就多远，跑到屠夫不追你为止，当然那是不可能的。接着偶尔要停一下，被倒后继续跑，不翻窗不砸板，直到倒地为止。好了，我顺利的上了椅子。这时候我们把镜头转向我们的小园丁吧，因为当时他把自己的视角给拍了下来，而且他当时把视频发给我的时候还信誓旦旦的说自己很皮，在屠夫背后做各种调皮的动作。结果我看了之后发现完全没有其他看点，反而出现了一个漏洞。当时他在修机子的时候，我正好被屠夫盯上了，这时候屠夫来到了他附近。前面我们说了，人机如果有心跳声的话是会离开机子远离屠夫的，而不是继续修机子。然而我们的小园丁从头到尾完全没有理会过这个屠夫的存在哦，甚至就差一丁点就把机子给修完了。接着屠夫盯上他了，这时候他开始上演了一场人机是如何有效的挨揍的，看见了没？按照他本人的描述，这就是失传已久的三步一停。我只能说小园丁你赢了。本期伪装人机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不妨拉上小伙伴一起去装一回，还是挺不错的哟。拜拜。